乒乓球常见的几种发球旋转。一、下旋发球，球着台后会迅速回跳，这种发球会让对手回击极其容易下网，摩擦球的底部要注意拍形放平摩擦。二、左侧上旋发球，着台后向左拐弯并上跳，对手回球容易冒高触界，注意拍形稍立，摩擦球的左侧后，手腕向上转动摩擦。三、右旋转发球，又称逆旋转发球，球着台后会往右侧拐弯，对手会不适应旋转方向，导致回球失误，注意肘关节的上提，身体下压发力摩擦球的右侧。四、极长发球，比赛时候使用会有奇效，时而让对手来不及反应，要注意低跳的落点离我方要近一些，身体手腕力量充分释放。